嗱，我哋首先咧就講下點樣排法嚇，排列個計法，點樣計到有幾多個方法？假定我有五個波，我有 A、B、C、D、E 五個波，好啦，咁我攞五個波出嚟，我排三，攞三，每次攞三個波排 ，A 波擺第一位，好啦，咁跟住我咪有 B、C、D。E 有四種方法擺，係咪？咁其他呢個 B、C、D、E 呢扎咧，都係總共有四個方法嘅喎。大家都有四個方法，係咪？咁你依度有五個波，咁我有幾種排法啦？係五乘四咯。第二個波，好啦，呢個 B 波排咗啦，呢個咪咗 C 波、D 波、E 波。啊，呢度咧又有三種排法喎。咁我前面呢總共有二十個排法，五乘四二十個排法。咁呢每一個排法，我又有三個排法，排到第三個波，係咪乘三啊？啊！咁如果我五個波裏邊，我排三個波，攞三個波出嚟排，啊！我就等於有五乘四乘三咁多種方法咯，啊！